大家好，我是 JY， 今天带大家来到位于 Putrajaya 的马场以及 Accus Cabin Cafe 打卡。听说这里只需马币15就能体验骑马呢，所以就赶紧约上我的小伙伴一起过来体验。停车后入口处右手边就有一间小办公室，大家可以到这里购买体验 Horse Riding 门票。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亲切，他们也接受现金以及 Online Transfer。 马场旁边则有露天咖啡厅，可以一边用餐与大自然接近，一边看马，人生悠哉悠哉的。另外这里也有提供骑马课程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咨询这里的工作人员哦。开放时间和地址已经提供给大家了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会随时随地给大家分享好吃的好玩的。那我们下次见了。